画到上边，然后下边的线然后接上就可以啊。画上以后拿蘸香把它蘸住。上升按钮，让机器距离房顶1公分的距离停止，再按一下第二个按钮，机器开始自动垂直定位，然后开始脚踩液压加气儿。当自动垂直仪归零以后，定位完毕，然后脚踩液压踩紧就可以。